好，大家好，今天又要来继续我的歧路之旅了。上一次玩了第一章以后，觉得不错，这个真的是不错。我上一次，为什么？对，我为什么会存到第二个档案？算了，我听我朋友讲说，选用商人开局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看来我做了一个不错选择。好的，上一次这个我记得我们的这个特雷莎好像第一章过完了嘛，是吧？对，好像他这个我那天看一下这个记录哦，好像是只要是进入剧情画面，好像就算是一个记录点哦。所以其实我现在好像是要先去跟其他人会合的样子，就是我现在在啊，我现在在这，这个是谁来着？好像是战士吗？还是猎人？药师？算了，往上走好了。OK， 这个八方旅人好像。就是接到电视上玩，好像比较没有感觉，因为那个它整个像素被放到整个蛮大的哦。就是如果用就是掌上模式玩的话，感觉好像还不错，就是感觉更精美。但没办法，为了要把这个画面录下来，我只能把它接到电脑上。你怕什么呢？啊，弓箭呐、啊，好。这个没有做完第一次的怎么讲开箱之后呢，后面就不需要一一介绍，就可以照我的这个想玩的方式直接想玩的步调走，这样不用放慢步调了。不知道这是不是要一直你知道狂练等级的那种，又要记录了。看来啊，上一次那个是不是那种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什么战况吗？以前这种都会叫战况啊，就是临时帮你记录下来。来看一下哦，不对，我已经超过嘞。哦，这个欧菲利亚好像不错，要往左边是不是？好，我先去找欧菲利亚。呱呱呱呱。好的。咻！击破要害，大丈夫，一个呀。看一下他这个 stun 会是多久？大概一回合。所以打破了他隔挡之后就要下一集一定要趁胜追击。哎呦，哇！我这个不行，我要吃个葡萄。还是真的蛮喜欢这种 JRPG 的哦，节奏稍慢，就是这个可能是因为点阵的关系吧，自己也算是已经是大叔年纪了，玩这种点阵的就会觉得有一种以前的那种游戏的感觉啊，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画面啊动作的精美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好，趁胜追击呀！横扫，轮到我了！咻 ，yes， 现在要去找 Ophelia， 应该是这里吧？它有一个点哦，雪道，进到这个雪道，喂，我刚显示什么什么什么，捡到300多块，我怎么没看到？一下哦，调整一下我的。原来 Ophelia 是在雪地。跑得比较快，看到右下角有城镇，
所以遇到敌人的几率倒是蛮高，所以应该不用那种什么特别练功，就是如果你，因为以前玩《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就都会那个嘛，避开敌人嘛，什么逃跑之类的、啊。但我之后回以前那种之后再回去重玩，发现其实你只要每个遇到敌人，你有打掉，其实你的等级就会蛮，就是遇到你后面遇到的 BOSS 什么的，都其实就都会蛮好打的。哎、欸，我的武器没有办法对他进行那个、欸，可以收钱吗？哎、欸，偷钱，80钱，很少、欸。也是啊，怪物身上也是不太需要什么金钱的。风啊，都不太行哎、欸。这个平衡感觉还算不错啦齁，就是没有运你什么敌人遇到都可以攻击。这个嘛 ，yes， 噔噔噔噔，好，出个档，到处都有，道士到处都有记录点。OK， 啊，不知道是不是跑步，它那个变红色是比较容易遇到敌人，有这可能吗？好，那我就用走路。好像有哎、欸，如果用跑步啊，还是遇到敌人100阿鲁啊！他到底破？他到底怕什么？哎呀！啊、呼风，稍作休息。三倍稍作休息啊，好像还不错哦、喔。33，我刚刚都没有记哪一个攻击对他的伤害比较大。嗯，哎，为什么可以连续打两次？32，差不多。继续累积我的 BP 啊！我终于看到了，原来我名字下面那一个累积的就是 BP 啊。连射，连射。哦，天哪、啊，我那个了，没关系，我可以恢复异常状态。好像在我学这个，玩 JRPG 应该比较好的，就是说，因为不是即时战略嘛，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手术上的问题哦。操作上的问题。太难打了吧。所以应该是我刚刚前面那个城镇那个人就应该要先去找他。毕竟好像最多可以3个队友在线上吧，我记得。哦，在路上获得优势。这只是应该是这是商人的那个嘛。特权吗？不急啊。Flame Grace。圣火教会之城，你能卖我啥？恢复的李子，无桃，48块。我的钱真的是蛮多的，走着走着钱就自己会生钱的。道具屋，看一下，哎，他卖的比较便宜耶，2块钱。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啊，主线在前面嘛。这个是防具店吗？你能卖我啥？旧硬币跟安宁之符，物理防御率加30，最大加2630。我看一下。哎、欸，他刚刚是……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它是物理防御加13，物防3242，32422100，3242，32422100，3242，但是它还加 HP， 32422100，它还有加最大 HP 98，这个好像比较好哎、欸，但是我想看一下武器。
武器是我可以装的是吗？狼弓，狼弓，哦，因为我是枪跟弓嘛，2600圆盾，帽子。好，我先换一个弓好了，杀手弓啊，有点想要换好一点的，可是这个就要8000块，先换这个好了。Yes， 装备。然后刚刚那个是2600吗？属性攻击力。物理防御，这个防御增加比较多。好 ，yes。然后耳环，行动速度加10，暴击加10。暴击应该还不需要。OK， 旧硬币，店铺会收购。好，先买这个。然后来装备一下哦。身体，哇，不错哎 ，good， 买东西，哦，长弓已装备，等一下，我不是已经装备狼弓了吗？什么？靠，我该不会把我狼弓卖掉了吧？我靠！哦，不行不行不行！这太夸张了吧！我刚不是才买的吗？哦 ，shit！ 靠，害我要读取。哦 ，shit！ 算了，好烦呢。呦，他不是要问我要不要装备吗？我直接 key 系，我看一下啊、哦。这个 auto save 哦，它会 auto save 哎，进程的时候 ，shit， 真的是 shit， 哦，进程都会自动存档，事不宜迟，好，那我先装备起来，不然等一下我又把它卖掉 ，PC。狼弓购买啊，立刻装备啊！哦，要这样才装备啦，吼 ，kiss kiss， 买装备，好，买 ，OK， 查扣，靠，不愧是那个。起始装备真是有够烂的。先不要跟他讲话，先逛一下。这个是什么？哦，这里的大市场很出色吧？圣火教的根据地哦。你能卖我什么？又是葡萄。等一下，等一下，刚刚那个人卖那个是不是卖很贵啊？灵敏耳环，行动速度加10，我来看一下哦。武器店卖多少钱？灵敏耳环哦，差10块而已，也没有差很多。变更队伍，确认故事。所以只有在酒店才可以那个、欸。好，先存个档。OK。前方是有着有助缘出之言的神圣场所，出缘洞窟。有什么可以买啊？冰属性的恢复李子，小李子，睡眠品。哎呀，感觉很冷啊，
北方的诺斯利更冷。哦，大教堂前的这个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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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讲完话，可以去 touch 主线了。莉亚娜，莉亚娜，就的，要代替你。少女的名字是欧菲利亚，她就是 Ophelia， 在耸立着大圣堂的弗雷姆格雷斯中担任侍奉圣火教会的神官。哦，她就是神官哦。她正在帮忙即将要出发去参加20年一次的四年奉火仪式的友人，也是如同她家人般的莉安娜，生病了，决定用自己来举行仪式，采集中火。让我当你的伙伴吧。新手教学，将伙伴加入队伍，或在城里的朋友伙伴对话，让他们加入队伍。要先帮助他是吧？该角色的第一章故事完成之后，就能继续一同旅行。第一章完成后，在酒馆可以更换哦。所以等于说有八个角色都有八个的自己的第一章完成以后，他就会跟你走。成为伙伴后，短时间内在区域移动有限制。好啊，神官感觉不错啊。要体验至今为止的故事吗？什么意思？要吧。嗨，肚子入って。请进。哦，所以会只会看他的剧情而已吗？所以是玩一次以后，其实就不用再重新再玩了。愿你今日能有圣火的指引。嘿嘿。两个在那边装什么开心啊？是普通的早安问候，感觉却跟平常不一样哎。哦，因为他们要去那个什么参加什么仪式嘛。女继承家业。身为约瑟夫主教的女儿，周围的人对你一直很期待。你上次对信徒演讲也是极具威严的。莉安娜是比较大是吗？そんなことはない。講話だってその内容をオフィリアが一緒に。蛮经典的，蛮常见的那种剧情走向哦，就是姐妹，然后什么一起帮忙，然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OK。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欧菲利亚。所以如果我刚刚是拒绝体验这个的话，他是就直接加入我，那我等于就没有玩他的第一章吗？感谢呢。说什么来着？十三柱神创造了世界，他们创造了居住在这世界上的植物与动物，以及大地的主人。然而，加尔代拉神想夺取这片大地，开始与其他诸神对抗。好，加尔代拉是掌管魔之力的神职。其他十二柱神陷入了苦战，而让这场激烈的战争结束的是掌管神圣力量的神子艾尔弗林克。艾尔弗林克利用从天上带来的星之火，使加尔代拉的力量变弱，将其封印在死亡之国。照亮奥鲁斯特大地的圣火 ，Holy Fire。好，你们两个都在啊！啊，阿爸，约瑟夫大司教様，莉安娜的爸爸。父様、何か。いやいや、気にせんでくれ。那你来干嘛？はい。しかし。
恁两个拢大汉的呢。来，来我家。もうすぐ十五年になります。叫他来，他不来。孤児だった私を引き取って育ててくださった。啊，原来欧菲利亚是孤儿啊。本当に感謝しています。改まる必要はない。哎呀，你客气了，圣母会指引的。原来是一家人，还要道谢，不是很奇怪吗？哎呀，啊哈哈哈哈！感觉这个后面一定会什么，这个什么主教啊，莉安娜，应该会发生什么事吧？常见的剧情。少しは手伝ってほしいわ。这我。やれ。聖火教会。堂堂圣火教会大主教在女儿面前没有形象。まったくだ。まったく。さて、原初の洞窟へ行く準備は。原初洞窟。はい。怎么每一个角色好像都要去洞窟啊？所以坏人都喜欢在洞窟办事。洞窟の最奥にある原初の炎。原初之炎，原初の炎。その炎から授かりし種火を携え、各地の。是有点像是绕境的感觉吧？二十年一次的绕境仪式。町から一歩外に出れば、各地の教会。然后就两个女孩子家去做这件事情啊。喂，大主教，那你要干嘛？父亲完成奉火仪式，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绕境。糟糕了，大主教。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ことは、そうです、父さん。だから今日はお伝え。喝花调养身体呗。教皇聖火には私たちからお伝え。では二人のこと。好的。はい。じゃあ、はい。剧情是蛮长的。那个孩子是，这个你们是差不多一样大的吧？那个孩子。あの。你你你你。ほら。麦卡完了。本当。真的只有一。就是那种起始的、起始的那个话语，他会用语音。完了，计划被破坏了。八名主角各自拥有不同的特殊指令，用以解决难关。所以神官啊，神官的指令是引导，是吧？好，这个刚刚都没有人啊，突然所有人都出现了，吓死我了。そうですな。这是大教堂、大圣堂，许多参拜者受圣火影响，引导神官，什么意思？强度一，得意技能祈祷，援助次数九，所以可以干嘛？啊啊！这引导就是让他跟着我吗 ？What the？ 拜拜。
那是跟那个舞娘的诱惑有什么两样？没错，跟我来吧，带你去找妈妈。哦吼，弗雷姆格雷斯大圣堂。喂，我是大人呢、欸。找到了。Boya。Boya， 会叫自己的小孩 Boya 吗？不是对别人小孩才这样子啊。Ophelia 什么？喂，你没看好他，怎么可以怪他、啊？对啊，不能这样怪小孩，我跟你讲。欧菲利亚小姐与莉安娜小姐都是引以为傲的女儿啊！她把我当她的女儿。拜拜。気をつけてね。恩情，你说把她当女儿，也算是个恩情啊，确实，毕竟是个孤，原本自己是个孤儿嘛。那边的神官大人，嗨，はじめまして。请问约瑟夫大主教现在在哪？你到位车？雷欧尼哦。雷欧尼尔商会，雷欧尼尔商会会不会就是那个大海盗的那个、啊、马提亚斯？我与约瑟夫主教向来有金钱上的来往。哦，一直听说欧菲利亚小姐莉安小姐是大主教优秀的千金，长得还真是漂亮。对，她负责圣火传递工作。哦感觉他有鬼哦，鬼鬼祟祟的。哎，景深做的不错、啊。看来是年纪到了，毕竟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然后呢？今は反省が必要。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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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誓念复活，把誓活。啊，他只是睡着而已。如果是日式搞笑的话，我就会突然醒来。我还没死。他有什么体悟了吗？哦，刚刚原来出来的就是欧菲利亚，不是吧？让我们去找莉安娜吧，待会要求助什么黑暗力量，然后让自己的爸爸。哎，他说什么？我们在圣火教敬拜掌管神圣力量的艾尔弗林克神。哦，你得到位。
大圣堂南边就是一条大街，有很棒的酒馆。所以大主教女儿算是什么职位吗？有职位吗？主教的女儿这样，爬太高了吧？是怎么上去的？然后他也上去啊，有地方可以上去。莉亚娜，哎，怎么了？莉亚娜，害怕吗？哦，我以为他要继续讲语音，也没有。但声优的情绪还不错。父様のことを思うと心配で心配で胸が張り裂けそう。でも私が取り乱してしまったらみんなを失望させてしまうから。不知道大家在玩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如果有这种语音，会把它等到他讲完再按下去。我会欸，就是会顺便练日文嘛，顺便有一种觉得感受一下那个剧情的情绪哦。所以玩勇者斗龙应该就不会，因为没有语音了。回忆啦。15年前的事哦，所以哦了解了解，所以这个体验就是他的过往，在你正式可以操作他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吧。Hello。来到了大主教家之后的几天，我都一直关在房间里。这是日记吗？把我带离开房间的就是莉安娜。我刚刚就正想要讲这个。怎么没牵手？哦，原来是从那边上去。
リア泣いてる。泣いてないよ。そっか、よかった。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ね。ありがとうディアナ。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それにね、然后那时候的我，哎，交到好朋友了。有一点长啊，这个剧前面这个剧情，看到我都睡着了啊。约瑟夫大主教病倒，最感到不安的明明是莉安娜。中火的仪式，离开大主教。啊，他原来想要让莉安娜照顾他的，照顾他的父亲啊。让自己担起这个取种火的任务，好吧，就去吧。哦，所以他，所以我刚跟他攀谈呢，他就告诉我，哦，原来我以前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这样去。哦 ，yes。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终于可以移动了，是吧？神官他就是算什么捕食医疗的，就是白魔法的那一种。看一下啊、哦，他现在会圣光，单体伤害、光属性跟回复魔法，是全体 HP 耶。最喜欢全体 HP 回复了。那他的装备呢？靠，他才一级，哇靠！现在有4000块，我可以引导商人。哦，哇靠，这个多了一个伙伴，你的那个地图指定就多很多哎。哇，真不错。石英掌，哇，但是这才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法师一开始还是，一开始这也没有很贵，一开始还是那个吧。一开始还是防御比较重要啊！来装上饰环，看一下啊！哇，物防差蛮多的耶。这法师也是很怕死的那种。来穿上，好 ，Go！ 才买好了就存档吧。好，出原洞窟的道路。好，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那个御敌人、御敌事件。为什么现在又没有红红的啦？好奇怪哦，又没有特别说。来吧，但是这不是那种物理攻击系，就是怎么讲前端的。我现在用这把，我的攻击比较强。我在猜他说不定是怕仗。答对，果然，毕竟是在这里的那个嘛。哇塞，扎招多的啦，狼弓。哇塞，仗也是很强这有点那个打破我以前玩的时候这种捕食的攻击都超爆低的这种想法哦，不错不错，多加一个伙伴，整个那个玩起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到底是为什么会红红的、啊？我要上网查一下、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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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哦，他是怕攻的。哎，将同伴召唤至战斗中，所以他有这个功能啊，哦，因为那个引导啊，他的功能是引导嘛。圣光，哦，不错不错。来吧，不堪一击啊！不错不错不错，哇，两个人这个玩起来就爽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那下面吧。OK。原初洞窟。在这深处，就是艾尔弗林克神所带来的原初之炎种火吧。你可以偷门口的宝箱吗？不客气啦。我想应该怎样解决危险没？你是准备好啊？你得别去。哎，他没有阻止我啊，他不是说不能随便进入的吗？所以那个刚刚他跟我说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大主教这个倒下来的事情，就是没多久之前的事情喽，不是什么几年前的事情。来来来，练等练等哦。这个，哎，你不怕？哎，你怕我？不错，也可以让敌人 stun 击晕，就还蛮不错的啦，不会说马上就被强力攻击。哇，爽爽爽！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升级的应该会有技能可以学呗？看一下哈，100P， 我现在91，还早。哎，后面那个宝箱要怎么拿？这个目前为止的宝箱好像都蛮烂的啊。嘟嘟嘟嘟，偏 BP BP 可以存吗？我要看一下好了 ，BP 好吗 ？BP 可以存，应该是，哇塞哇塞，有够强！哒哒哒哒哒，中文版这还是差蛮多的啦，就是这一部分呢，也是因为我日文就是蛮菜的这样，那。啊，那边是要怎么过去的啊？啊，这里，这个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哦，可以玩游戏练日文。我之前有玩日文版游戏哦，但是就要边玩边查，就变得，有点痛苦的感觉哦。而且好难，真的很难耶，就是你就算一个一个字这样查啊，然后你看懂了，可是就不会像是中文翻译可以这样，你马上就知道他大概讲什么。好想学好日文哦。上面有一个黄金宝箱，等一下再逛一下好了。这个洞窟里面好像不是魔物，在保护原初之眼，被监视了。看西萨雷达，哎，这个就是刚刚一进来那里的 HP 跟 SP 的回复果酱，赞！中个档。哎，我刚刚是不是应该招募一下那个门口的人进来？对吼。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多多引用他那个地图指令啊！哎呦，突袭，敌人先攻，小 kiss， 先打破你的，41，确实比较相较起来是没有那么强的。拜拜！哇，赞！噔噔噔噔噔，神秘之花。哦，他是旅行道具商哎。
道具商，这个扎扣的这个真的是，有什么可以买吗？恢复理智，复活的橄榄，哦，不需要，东西多的嘞。这就是原初之火，汝即为玉，从原初之眼采火之人。谁？谁在说话？应该是什么神兽之类的吧？哎，这个圣殿怎么看起来好像已经被破坏过了、啊？吾乃守护原初之眼者。欲成为传递者之人，再次展现其资格。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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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大一只啊！圣火的守护者。OK， 好。哦，哇塞！先用圣光攻击看看。好，因为他毕竟是守护者嘛，所以怎么可能是光明系法术对他有效？弓箭呢？啊，完了完了，都不是。哦，太好了太好了，好像在这个是他害怕的，但是他攻击力好像有点太高了。好，一二三四，在一回合打爆他的那个。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用稍作休息啊，不行，他只能恢复自己而已。那个，我先可以跟他收钱吗？守护者。守护者身上超多钱，守护者身上超多钱，圣火之力在聚集，哎，不要啦，感觉很可怕，哎。等一下哦、喔，我想要他升一次嘛，先把他打爆，先让他 stun， 然后啊，我没有那个，等于我刚把所有能力拿去收钱了，我就只能用。好，让他使用两倍的圣光攻击，我应该要击他的这个才对哦。哦，一次就把他所有钱全部偷走，哇哈！哇，这个哦，我来吃个葡萄。弱点是杖，好像在我那个特雷莎等级还算不错、哦。继续，我这等于说，其实我这样打一打，我发现其实那个要蛮有策略性的，这个怎么讲？策略性的攻击，比如说你可以一次把他的格挡打掉，然后我特雷莎也挤满，然后再一次这样子进攻，好像比较好一点。来，好。七四二十八两百多点，然后我好再三，不错不错不错，这样子进攻的这个节奏就不错，两倍圣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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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型进攻，小 kiss， 圣火之力在聚集，好，就是老样子。哇，他这六次格挡真的蛮多的。心，哎呦，还好还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他可能是要蓄力才可以，哦，一次可以放两次魔法、啊。没关系，没关系。OK。Yes。哎、欸，我刚刚忘记用这个风属性，说不定他其实也蛮怕风属性的、欸。用看看，呼风啊，他怕！天哪，我傻逼！不是我傻，不要说傻逼好了。
神官的技能。Hikari。啊，哦，我知道，我知道。OK， 一开始等于说一开始要就是要先找。哇靠，他竟然。好，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技能哦，把就是搭配起来。哎，哦，他乘以二，他也只是打一次而已，只有物理攻击会打两次。好，剩三回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讲得这么恐怖？干嘛干嘛？他们要爆炸是不是？好，剩两回合，等下剩一回合的时候先补一下命好。不不不，我现在就要补了。吃不逃，吃不逃啊！哎、欸，打他！哟、好危险哦！吃不逃，吃不逃。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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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好，爆吧！一次该不会什么300点之类的吧？对，470还不死，是几千点啊？弱点？哦，不是不是，黑鬼火。哦，自爆！我看，完了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靠，真的是自爆哎、欸！哎、欸，不过他也会炸到自己、欸，我先。先复活，然后再用橄榄。OK， 靠，也太那个了吧！这自爆好可怕啊！好像在我有买一些新防具哦。等等等等等，试炼开始。好，看，来看一下顶级的。哎呀，怎么死不了啊？我这个嘛，哦，终于，哦，再炸一次，我哪受得了？噔噔噔噔噔 ，yes， 暗之精灵石，这就是艾尔弗林克神所带来的新之眼。如此，真的就像，真的就如同夜空闪耀的星辰一般。欧菲利亚，吾认同，汝乃圣火的传递者，手执祭坛上之柴火灯。啊，原来旁边那个就是柴火灯，我刚刚以为是图腾。圣光啊！啊，绕境的神器柴火灯。大主教，干嘛？圣火应该也不能救大主教吧？奥菲利亚，你刚才去哪？哇！父亲，父様、大司教様。什么？
四年烽火的准备，还是到这个生病倒下，还是希望着这个绕境的仪式。哦，原来他也是，他不是想要偷偷来。オフィリア。オフィリア。オフィリア。可是门口的人轻易的让我进去了。オフィリア。リアだ。でも。他会说对他说什么？其实你才是真正的传递者，我只是以前都没有让你知道而已。大きな当然。ろくな準備もせずに無茶苦茶。全く無茶をしよっ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你真是温柔体贴的孩子，大主教。原初の洞窟に行った。没错，就是为了你们两个。お前が儀式を行うように。换成尤尼尔执行这件事的是哦，教皇陛下啊，所以其实也不是大主教要做的。大司教様。大主教。お前の優しさは、温暖的圣火，真的是蛮贴心的。我再让我睡一下。オフィリア。ああ、君が成果を。果然就是这种。本当によくて。だが、リアナには言っていないが。怎么会？哎呀，大主教大人。リアナと二人。大司教様。终于叫出父亲了。ありがとう。オフィリア。オフィリア。好感动，落泪。それじゃあリアナ、行ってきます。要去绕境了。オフィリアも気をつけて。今日は父様の具合。自分もオフィリアを見送る。为什么道歉？哦，原来，拜托，他也是我父亲啊！真是的，收养的就不是自己的小孩了吗？哦，所以有三个地方要去，真的是绕境哎。欧菲利亚神官踏上了旅途，二十年一次的四年烽火仪式，为了心爱的家人，他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前方有什么命运等待他？目前没有人知道。哦，所以这就是欧菲利亚的第一章吗？我又捡到钱。我来看一下旅程记录。欧菲利亚踏上旅途，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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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所以大陆地图，第一章海特因，推荐等级七，推荐等级欧菲利亚的第二章，所以欧菲利亚第一章已经结束嘞。感觉一章好像没有到很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章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都会差了大概20集左右，20-30集左右，差很多哎。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等于我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走一遍才行啊？我看一下啊，所以欧菲利亚首先前往第一个圣火所在点，离维兰多地区的圣特布里吉哪里啊？喂，圣特布里吉，离什么在哪？离维兰多地区的这里啊，谢桑德。哦，这里啊，这是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但是等级要够才行哎。是哦，我看一下哦。所以这样第一章就算结束了，踏上旅途。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哎，哦，这里是踏上旅途，每个人都踏上旅途哦。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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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存个档哦。好哦，今天这个八方旅人的第二弹 Part Two 就是多找到一个伙伴，然后在那个圣火守护者身上捞到很多钱。好 ，OK， 哎、欸，这个是绿色是支线哦，支线的话，我们就是会另外找时间。就是有过，就是另外做一个小短的，然后来做过支线。好，今天这个第二弹就对，因为一张一张差不多吧。嗯，对，今天第二个伙伴的第一章结束，所以这个好，那今天这个八方旅人的 Part 2就到这里哦，感谢各位，拜拜。哇、wow. 哦